大家好，家庭互动小游戏，手被绳绑上了，怎么也逃脱不出来。我们在不需要解开绳索的时候，怎么逃脱呢？只需要用力往后一拽，将对方这个缆绳拽到手掌这儿之后，给它进行反复向前揉搓，然后被手这穿过，自然的分离开了，神奇而又好玩。